这是什么状况？没有，这山城人民太厉害了。上去吧，不用山峰，去吧，把这袋子拿上去。哎，我跟飞机场一个标准的，看到没？对呀、啊，那边开始排队了。原本好像是在这个口吧，然后现在写说去 B9。哎妈，我看看，我是 C7是吧？对对对。走着，哎，好多人。巴士，乘78次的乘客，请到 B9检票口上车。哎呀，说的就是我呀。好像是28个月台，哇，好大。怪不得我女儿说这么大吗？火车站，我对，哈，都是人。天府号。车的话，这边可以充电，然后又有小桌板。哦，第一次坐这样的火车。7D，嘿，宝贝，这个了，过道这个，这个。哦，我刚才听广播说这个是动车，现在可能要开始检票。检票，你们都不知道我女儿这5块钱一包，然后抽到那个好的卡片的时候多开心。5块钱得到的快乐，哎，宝贝，5块钱得到的快乐大不大于我带你上这儿来玩啊？不能说大于，可以说将近。将近呢？那还是来玩可开心呢、哦、哦，那不错。那每天这么累也开心呢、哦、哦，那不错。在查票，就是查换了位子的，像我嘛，在三车我的票，然后因为女儿的在这儿，我正好这边有空位子，我就坐下了，然后她就查了一下我的票。车厢就咱俩戴口罩，是不是显得咱俩特不正常？开个玩笑。我带回去啊！我终于换座换到跟我女儿坐在一起了。哎呦，这好几个人换了，我都不知道现在到底怎么弄的。反正解决了，有人过来找这个位子，我就说我把我的位子给你吧。然后那个人就去了我的位子，我带他去的。然后我那个位置已经被另外一个人占了，另外一个人说你可以去那个位置吗？这是我老婆，我想跟她坐在一起。反正就是都换好了，就是最后上来那个先生人还挺好的。我们从对面的火车站出来，然后要坐地铁10号线转2号线，然后我订的那个民宿的话是在地铁的那个出站口，很近很近，几十公尺就到了。女儿刚才跟我讲重庆的把手很简洁，我说这个少了打广告的地方哈，就这个，要不然不是上面有个牌子然后是广告。然后他们这个重庆轨道交通10号线，他们不是叫地铁，叫轨道，也不是叫捷运哦。我们现在是转这个捷运啊，转什么轻轨的时候，
哦，现在看到这些风景。我刚才看到洪崖洞，哎，是叫洪崖洞吗？叫啥来着？忘了。气温的话，比成都会热一些，但还好，不会说很夸张的闷热什么的，可能是晚上了哈，白天再看看。然后我说那个洪崖洞啊，就是一片楼啊，很亮啊，黄色那个啊，成都的那个景点。说好的有直上直下电梯呢？谁跟你说好的？啊？啊？我们去换乘二号线呢，走。我以为有直上直下的。我在这儿拍呢，觉得挺美的哈。我订的那个民宿能看到夜景啊。哎，没有那样的呀。重庆就是山城啊，所以他们的建筑还挺有特色的，你看。然后我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叫地铁了，他们就不像成都的都是在地下行驶的，它有地上的部分。所以说我一下来我就感觉我还想说呢，我说哎呀有点像那个台北或者是这个我们去台中那个火车站的感觉，有点像台北的捷运站，有没有？它是在地上的。对，这火炉就是火炉哈，我女儿一进来就说电梯有冷气而且很凉，然后刚才我看到那边有一个什么冷气等候站，就是有开冷气的，这火炉可能是不一般哦。啊，这是另外一个方向，这个是江景，然后那边那个船大家有看到吗？江上面那个船，我也想说带我女儿去坐体验看看，好像不是看到的洪崖洞，我刚才可能是那边那个灯黑掉了吧。全是来玩的，全是箱子。我女儿看上这个包了，是精神病卫生中心出院留念。反正你要背这个，你就跟我很搭，知道吗？跟你很搭呀，老有气质了。气质。来了，哎呦，还蛮不一样的哈，这感觉。你看它那准吗？那地方这样的，有没有中间的绿色的？你看。啊、哦。我小时候的公交车呀，就是有中间转弯这样的，没办法，有事儿。然后还是个圆的中间，我小时候地上那样，它跟现在这个不太一样。你看这节车厢，它那个把手就那样的，有广告的了，哈，百事可乐的了。啊，这车这整个车都是。喂，我说就这个夜景很漂亮，这个洪崖洞。我刚才管它是叫洪崖洞不？你刚才管它叫果洞。乱讲。哦，这解放碑原来是晚上去比较好看呢，我白天去过2019年，我想说这有啥好看的，这边这是什么状况。妈妈上前面去问一下那个工作人员，你在这等我好吗？你站在这边妈妈看得到你，来这转弯这边，嗯，妈去问啊，等一下呀，这边就有工作人员，我看得到他。没有，这山城人民太厉害了。他跟我说让我搭扶梯，哎，完我说不是有那个台阶吗？扶梯前面，他说就几步，那样就几步。我说完我跟他说，我说山，你要不要过来帮我抬这个，就几步。我说山城人民很厉害，你看几步，我看多少个，就几步啊。对，几步，走吧，抬吧，妈妈抬，拿这个，我抬，嗯，几步、啊？看见没，我这肉不是白长的。那一个行李箱23公斤，还有一个，你上去吧，妈妈拿。我上去吧，不用扇风，去吧，把这袋子拿上去。啊，去等我吧。OK OK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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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OK 干巴得。我天，我真崩溃了，这个电梯到时间关了。好吧。OK。休息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重庆的地铁就感觉比较脏，看起来，然后比较旧。等一等呢、哦，啊，天哪！干活那工作人员很好，帮我女儿把这小箱拿上来的。哎妈，我的心脏要蹦出来了！就那个啊，这么近，蓝色那个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们到了，这个大楼其实挺老的了哈，但它这里面都是重新装潢过的。看一下这个夜景吧，这个台子怎么样，宝贝？江景哦，看可以吗？可以吧？
看我故意选的这个江景的，看可以吧？挺 beautiful 的，是不是可以哈、啊？哇，这个景色都值了。嗯、这房间我看多少钱？好像也100多块。对嗯，哇哦。然后这样，厕所在这里。上来，总体来说还不错。我看多少钱啊？